渊、大元，还有这个红师，嗨，来来来，我们先请五位哦，我们要先从这边，请你们，天哪，妈呀，我上拍卖首页了，看到了没？所以我们到这个后面，就像是象征我们雅虎奇摩拍卖的首页一样，五位呢，对啊，哎，等一下来问问看，上了首页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来，我们先从右边开始看。摆几个姿势好不好？摆出几个可爱的姿势，让我们所有现场的是一样。大元呢？大元，我知道大元，据说捐赠出来的东西是一个哦，相当有意义，相当有意义，对不对？哎，不是，我的就是、啊、因为我很讨厌画画，是。然后但那个就是我尝试的第一幅油画、嗯，而且就是训练耐心的好方法。我那画很久，大概花了什么时候，花了多少时间的画？我什么时候画？你往左边一看，我以为是这一幅。这大鱼的大作，对，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家，每次就一直盯着那个画，就是然后补一补这样子，动不动来两笔这样子，哇，已经卖出去了，谢谢那位买家。对，有慈善就是跟他一起。先跟那天我们聊天真实，跟大家都这么熟，对不对？曹伟也很熟，我说那你先说好了，暖身体，对对，暖身体。先赶时间，不用买身体。那我可以先当个坏人吗？对不起，因为我们预计可能2:10左右。好，十分钟就完成。OK， 太好了，谢茂哥。茂哥是好人啊，骗题不伤，对不会啦。茶卖的怎么样啊？最近？嗯，茶，嗯，茶，你不是去采茶吗？嗯，还没采完。都在等我吗？对啊，等你啊。好了，你们到底是怎么样的朋友？没有，就是真的是那天大家约在他家吃饭，那其实也是吃完饭很快就回去了，因为下午我们其实在公司还有其他的事情，有工作这样。多少人的饭？大概3-4个。那女生？